天的新闻发布会，我的心情很沉重。去年十二月底以来，我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，给人民的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。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